吃饭，吃饭。今天吃的啥呀？煎饼。煎饼和鸡蛋灌饼。为什么吃这俩？省钱。省钱。嗯。省钱又不想做饭。嗯。真好吃。鸡蛋灌饼真好吃。煎饼真好吃。西瓜真好吃。我们要省点钱。省钱干什么？省钱啊？省钱买房子生孩子。买房子生孩子省钱。今天花了，中午花了19。人均8块钱，花了19，来个鸡蛋灌饼和手抓饼。